反台独，反台独，救台湾，救台湾，反介入，反介入，要和平，要和平，反台独，反台独，救台湾，救台湾，反介入，反介入，以美谋独，以美谋独，卖台护台，卖台护台，我们就是要喊出人民的怒吼。我们不要赖清德，不要民进党跟美国勾结在一起，把台湾引入到战火中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是要抗议赖清德，我们要抗议的是他一贯的作为。我们都知道赖清德就是所谓的台独金孙，他自己也一直强调他一辈子都是台独工作者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抗议赖清德。大家都知道赖清德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其实啊他是务实的卖台工作者，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高喊爱台湾，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一点爱台湾的表现呢？没有。我们主要的就是不能够再让民进党执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随着我高呼，消灭民进党汉奸集团，消灭民进党汉奸集团，消灭蔡英文诈骗集团，消灭蔡英文诈骗集团，消灭赖清德战争分子，消灭赖清德战争分子。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两岸的事务是中国人的内政，你美国干涉什么？维护领土主权完整，完成国家统一，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使命。台独必然带来战祸，唯有和平统一是最有利两岸同胞福祉的道路。珍惜和平，我们正告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正视两岸民间的和平呼声，悬崖勒马，放弃台独，停止串美谋独，不做美国战争机器的马前卒。